我们今天呢将要登场三位超级英雄，然后我们这三位超级英雄啊，分别是我们这个蜘蛛侠、幻视还有黑豹。我们这个蜘蛛侠和黑豹呢是之前都有登场过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皮肤啊是有所更新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幻视呢是没有登场过，但是呢它的功能啊还是跟我们这个什么呢，跟我们这闪电侠有点像啊。然后我们这个今天啊还是主要以这个皮肤为主，我们主要是以更新皮肤为主。当然啊我们结尾的时候呢，也不说结尾吧，就是我们待会后面的时候啊，他们三个超级英雄呢加上什么钢铁侠之类的，我们不是钢铁侠战队是那个谁，钢铁侠战争机器，然后蜘蛛侠黑豹和那个幻视嘛，对不对？他们几个啊要组成一个联盟去干什么呢，去这个军事基地啊捣毁这个九头蛇的那个一个军队。因为我们这个军事基地啊现在被这个九头蛇给控制了，然后我们这个复仇者联盟的钢铁侠战队啊打算组合起来去那里搞点事情。好好好，我们这个啊废话不多说，先开始啊玩一下我们这个蜘蛛侠。我们蜘蛛侠很久没玩了，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模型呢，蜘蛛侠我们这里有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啊是我们这个彼得帕克，你看我们这个头像啊是做的彼得帕克的这个头像，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头像啊稍微有点逗逼，对不对？不是特别像，但是呢还可以，对不对？比我们之前的几个蜘蛛侠呢感觉个人感觉都好一些。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啊，我们这里还有两个版本，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里呢除了这个版本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啊蜘蛛侠 PS4，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版本啊，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看是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裤子啊，我们待会跟那个另一个做个对比啊。我们另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美国队长三里边啊内战英雄内战里边的那个穿的衣服，你看就是这样的。哎哦好好，我们这个头盔头是留在那了。好，我们这个啊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因为这个呢是最像我们这个英雄内战里边的那个衣服了，对不对？他这里是这么写嘛，对不对？他这里这么写啊。然后我们这里蜘蛛侠的话你看就是跑得很快，但是好像周边的东西都定住了，对不对？我们这样我们做稍作修改稍作修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闪电侠，我们没有跑到啊让周边的东西都停止，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么厉害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干什么呢，跑得很快，对不对？超级英雄嘛。然后我们这里呢可以把这个选项关掉，这个选项关掉之后可以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跑啊你看周边的东西啊也是会移动了，对不对？即使我们跑得很快啊周边也是会移动，就是相对来说蜘蛛侠的速度是蛮快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快到闪电侠那个地步嘛，所以说我们周边的东西还是可以动的。喂哎，这是我们的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技能啊。喂跟我们这闪电侠有点像，对不对？好，我们蜘蛛侠还是靠我们这个蜘蛛吐司，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按一下 insert， 我们先 insert 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武器啊。好，我们先获得所有武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啊你看我们这里是替换了那个蝙蝠侠的那个蝙蝠镖，对不对？我们那个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这里替换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雷啊，其实就是个雷啊。然后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有个蜘蛛侠专用的吐司的东西啊，没啊，其实啊就是这个电击枪，对不对？但实际上它就是怎么说呢，把那个图标给改了一下，图标改了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呢蜘蛛吐司嘿嘿，想去哪就去哪儿。哎呦呦呦哦，哎我去哪里了，我靠去哪了，我们来一下啊。哎去哪里了这家伙，哎我们跟着这个车跟着这个车来一下。哦哇我们上来了怎么样不过本来我是想怎么说呢，把两个车子啊合并起来，比如说像这样，但是我们这里按一下呢就会直接过去，因为是我们这个insert按掉之后啊我们这个drag的 mod 呢就有一个功能就用不了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只能是想去哪就去哪。然后包括这个人啊，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吐司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把它拉飞起来的，我们可以去演示一下。哎我们接下来哦我们走这个啊，其实都是给以前给大家玩过的，对不对？以前都给大家玩过的，然后我们现在只是重新演示一下，重新玩一下嘛。我们这个猫，嘿，
好残忍啊，好残忍啊！我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这个猫啊，它没有死，没有死，它只不过是被我们这个电晕了。我们这里呢，怎么说呢？我们这个电击啊，对不对？它是死不了人的，它最多只是嘿嘿这样子，对不对？哎，而且我们这吐司啊，还需要蓄力，对不对？他们都是没有死啊，只是被我们这个电晕而已啊。我们这效果有这么强吗？直接被我们电死了，不至于吧？嘿，好好好好，然后我们也可以啊，远程的那种，对不对？远程的我们可以用狙击枪啊，走远一点。嘿，哎呦，对呀，嘿，哎呦，上不去了，来。我们可以远一点，对不对？有这样，看我们蜘蛛侠，一直被我们这个车拖着，哇，一路过去一滩血啊，哎呦，怎么还没到？我们好惨啊，好惨哦！我们蜘蛛侠怎么这么惨啊？靠，够啦，够啦！好，你看，想滑翔我们就可以滑翔一下。哦，你妹的！等下，不能忍，不能忍，真的不能忍啊，兄弟！等一下，就是那部白色的车，我们等一下过去。白色车，他跑不了，跑不了的，我告诉你，嘿，就是那部啊，就是这部，嘿，下来吧你，哼哼，等一下啊，我呼你一脸，你妹的敢撞我，死了没有？我再给你来一下，龙卷风！我靠，为什么我们这个蜘蛛侠拥有闪电侠的技能啊？这不科学啊，对不对？我们最多这里技能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像这种劈雷电，包括这种龙卷风啊，都不应该用，对不对？我们最多可以用这种，超音速拳，然后这个，穿心拳，包括这个护你一点拳，对不对？我们最多用这三个啊，就差不多了。这样子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像一点。我们这个蜘蛛侠，对不对？我们不能搞得跟这个蝙蝠侠变了个皮肤一样，对不对？那不科学啊，对不对？我们应该这样就可以了。你看，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速度啊，差不多也就跟这个车子正常速度差不多就行了。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再变成什么？